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TikTok 网红排行榜谁是第一？四，他经常在多位名人露面时穿着时髦的服装，包括在凯蒂佩里 Katy Perry 的歌曲黑马 Dark Horse 时，尼莎吉尔盖因杠2160万粉丝 Nisha吉尔盖因来自印度，现年22岁。他通过在 TikTok 上流行的歌曲录制口型同步视频 9.2HKCON 杠2170万粉丝，粉丝 2HKCON 是一位来自印度的16岁女孩，她从9岁起就成为童星，但是她的 TikTok 账户上的唇形同步视频吸引了众多关注者，并且此后创造了美容和彩妆以 YouTube 为中心的频道。她的视频经常以 TikTok 的明星 Lucky Dancer 为特色。八。Jacob Sartorius 杠2210万粉丝，雅各布萨托里乌斯。Jacob Sartorius 是 musical Line 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这有助于这位16岁的男孩在音乐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Sartorius 在2018年也开始进入 TikTok。 七 Ois Dabur 杠2230万粉丝， Ois Dabur 是来自印度的26岁舞者，他已发布视频展示自己的原创编舞对病毒感染的流行程度而闻名。六 Gil Cross 杠2320万粉丝，吉尔克鲁斯。 Gil Cross 是广受欢迎的克鲁斯兄弟 Cross Brothers 的另一半，也是 TikTok 上年龄较大的明星之一。五点 Kristen Hunter 杠2340万粉丝，克里斯汀汉彻。 Kristen Hunter 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Hunter 是杰克保罗 Jake Paul 十大队的成员，居住在臭名昭著的洛杉矶豪宅中，那里遍布社交媒体明星。四点 Charlie D. Emilio 杠2560万粉丝， Charlie D. Emilio 可以说是 TikTok 最著名的明星，在2019年6月开通自己的频道后，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15岁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通过舞蹈和病毒歌曲的舞蹈飙升到 TikTok 的顶峰。他的突破性成功使他跻身于乐队 Hype House， 应邀与 Jonas Brothers 一起在舞台上跳舞，并在超级碗中客串演出。三点 Ria The Frame 杠2830万粉丝，里亚兹阿弗里恩。 Ria The Frame 只有16岁，但通过在 TikTok 上风行一时，他经常在账户中刊登印度 TikTok 的其他热门明星，包括 Faisal 先生和 Ashika Basha。 二点 Baby Ariel 3020万粉丝， Baby Ariel 又名 Ariel Martin 是在 Musical Line 上第一个超过2000万粉丝的个人账户，而他的名声也只是从那里开始增长，已在迪士尼频道和 Nickelodeon 电视节目中多次演出。要点 Lauren Gray 杠3900万粉丝， Lauren Gray 在17岁时是 TikTok 上关注最多的人，有一次他主持了自己的 Snapchat 节目 Glow Up， 并获得了青少年选择奖和人民选择奖的社交媒体提名。自2017年以来，他还一直从事音乐创作，最近一次是在5月发行的单曲《Can't Do It》。来源：Unsung不小不大。